新闻最后带您看到，在拉斯维加斯的消费性电子展上，厂商推出了一款调酒机器人，结合 AI 人工智慧，会扫描顾客的脸部，依据人们的心情推荐合适的鸡尾酒。感谢您加入这一节的中视整点新闻，更多新闻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王志恒，祝您平安顺心，晚安。